好了，我们来到和泉啊，可以。来吃，我看它重量，哎、欸，也是蛮重的啊，也不会啊。来一起吃，这一份90块，那现在终于涨了哦，料蛮多丰富的哦。喜欢吃辣的，要说喜欢吃辣的要记得加。哇，料很丰富哦，对，要加这样子加。赶快吃，今天3月19日，好冷。哦，还是重重的啊。那料是很丰富，卖90块。那4月1日要涨价了。嗯。我吃到蛋壳，不用炒太快了。嗯，那料真的不错。有吃到蛋壳哦。嗯。什么？我刚刚吃到蛋壳。嗯，我们吃到边的部分，嗯，啊，香气，要它料都把它摆在上面。OK， 我先咬一口。嗯，它那边是用王子面，它是用王子面的，它是用王子面去炒的。所以王子面的味道我都是记得住。嗯，就看王子面的味道，它料把它放在上面，它没有，嗯，它没，它就是这些，好像就是就这样花枝丸嘛。哦，嗯，甜不辣，嗯，甜不辣是这些，没有肉丝。嗯，我觉得用我们上次吃，我上次吃那个后龙炒泡面，后龙炒店那个，他那个过来点，他那个比较香。他本来是用两包的，两包的鲔鱼炸酱面，成本比较高。他是用王子面的，那成本比较低。哦。料的话就是摆在上面这些料啦，有香肠，没有看到肉丝哎、欸。用香肠加肉丝。嗯。他是用香肠加肉丝吗？他是用香肠，他没有用肉丝。嗯。哎，和的后龙后龙早间那个炒泡面也是很好吃的，它成本比较高。啊，但是这个只是有加一点那个。它只是有加一些香肠，然后花枝丸这些配菜而已，就是表面看起来这些菜。OK， 蒜哦，它汤汁啊，它拿汤汁有汤汁，它炒的有汤汁，整体还不错吃啊。OK， 有它的特色。OK， 好吃。OK， 分享到这边啦、啊。4月1日可能又贵了、哦，可能会95到100了。OK， 现在蛋蛮贵的，一颗都要成本就要10块了。OK， 好，影片结束了，拜拜，再见。